我的男朋友，所以我想他。他四块五打三打吗？二点二点零八。胸罩跟这一位是他搭的车，对啊，应该很容易，你用我要戳进那个洞里面。好，那个洞可以吗？哦，它是脚软掉了。了解了解，需要绑的，绑不掉啊。还是你先把它放出来。对啊，不然一直这样也是办不到的。要倒了，要倒了。好了，你就让他。对啊，不用录了啦。对啊，不用录了。Thank you.
好。好。好，抱歉，抱歉。李彦龙根本不让邱玉伟，你根本不让邱玉伟，他都已经五比一了，五比二了，想怎样？他自己拿不下的，他现在气扑扑的啦。
觉得玉伟适合短盘呢、欸，如果短盘他就赢李彦龙了。还是哎、欸，等一下我要跟玉伟讲，跟玉伟讲下午。没有，收干就好了。对，报这样是报2.5没有，只报给我而已。只报的。体力不好。如果因为赞助他，然后拿冠军，然后不会给你啊。希望能再突破。但是应该有常来参赛。我2.5打4次都是一回事。这样还好吗？还好，还好。OK OK。然后来打。OK 了。对。游戏吗？游戏。有。是有是有。回去看影片。好。一直倒掉。一直倒掉。好的。所以刚刚东西也没到，桌上。好。所以明天还要比。晚上应该还有一场。晚上还有一场。我要查问一下。